家的鸡蛋总是莫名其妙的丢失，然后被摔碎在鸡舍的外面。主人说这个鸡舍牢不可破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得来，初步怀疑可能是啮齿动物，甚至还模拟出了他们的犯罪路径。但附近的邻居却有不同的观点，因为啮齿动物需要抓鸡蛋，那么他们爬围栏的时候是怎么保证鸡蛋不破，而到了鸡舍外面很远的地方才破的呢？为了找到真相，节目组在鸡舍的各个角度安装了摄像机观察，5个小时后果然在鸡舍的外面又发现了碎鸡蛋。于是工作人员赶紧检查了录像机，决定这一次一定要抓住这个小偷。他们仔细地观察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嫌疑人，是一只老鼠，但并没有发现鸡蛋。可就在这时，鸡蛋竟然从天而降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没想到大家都猜错了，根本不是什么啮齿动物。从鸡蛋掉下来的角度来看，它应该是从鸡舍的大棚顶上滑下来的，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鸡爬到了棚顶上下了蛋，然后蛋从上面滑下来摔碎了。为了确认，工作人员做了实验，把鸡蛋放到了棚顶上，结果鸡蛋果然落在了之前的地点上。那么鸡有可能会在棚顶上下蛋吗？专家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当他们被食肉动物威胁时，或者是跟其他鸡打架没打过时，那么鸡就需要搬家，而屋顶上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，理论上说通了。那么只需要拍下来一个在棚顶上产蛋的鸡就 OK 了。这时只见一个黑色的鸡竟然飞了起来，轻松的就爬上了棚顶，可上去好几个小时就是不下蛋，这可把节目组愁坏了，就好像鸡知道它被偷拍了一样，连续等了好几天都没有成果。后来节目组实在跟他耗不下去了，只能放弃了。该说不说，这鸡还挺聪明的，竟然还能飞得那么高，估计这肉也能好吃。这么有趣的鸡你见过吗？